坦白讲，要选总统，不要有党团，那不要选。但是会不会觉得，就是说现在就是组了党之后，反而好像结盟上面比较困难，因为大家就是都会对党这个有疑虑。那这当然的，这个就是各为其主嘛，就是你每个党每个党的立场嘛，所以通常坦白讲，要选总统，不要有党团，那不要选。那现在就是亲民党那边有来跟你接触了吧，因为他们就说也欢迎你去跟他谈。对啊，一定会谈的啦，这个就谈。没有啦，其实我跟老宋交情很好了，那个这个所以都没什么问题的，这个私底下谈都可以解释清楚了。那